第九题，梅叶受困野外，饥寒交迫，虽木材供应充足，然而手上仅存一根火柴及一把刀子，在不想钻木取火来引火的前提下，梅叶应好好利用手边这一支火柴来点燃木材取暖。请试问下列哪一根木材比较容易点燃？这是要考反应速率，是要跟表面积成正比。那我们晓得上课提过，把它削成火煤棒的样子，然后让它有多出一些面积，会比较好点燃。那么火煤的样子就像 C 这个样子。所以呢，第九题问我们说，试问下列哪一根木材比较容易点燃？我们答案呢，要选的是 C。